好奇心杀死一只猫，他自己打开电脑，发现他男朋友在劈腿，哇，就是不止一个女人。照片的时候，看到一个讯息跳出来，我宝贝很想你，我就不小心点按进去了。男生的大头照，我发现是我们另一个朋友的老公。11点热炒店。